杀人偿命，我只是想要个公道。公道这次给不了你。个事儿，诚心卖酒的全家让人宰了，是不是归你管？瞎子，这趟祸是你趟不了。是赌场的朋友吧？掌柜的也来了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天黑路险，雨夜好杀人。想干什么？我可以带你去啊。告诉他，瞅我那顶帽子。抖音。